是调了。烧，在吃烤。
烤串串，那个火喷上额头了，你们没有吃过吗？半大羊肉串够吗？不够的，肯定不够。对，再加也行。还有那个小面包，我们点了饭和面。谢谢飘落的奶茶。
十一一个月就买了。好吧。我好饿。一点。我讨厌那时候吃完就吃完我。哎呀，我吃了很安稳。哦，我刚刚没有点那个肥肠，你们点了吗？真的假的？你那么恶心，帅了吧？是不是很多人很喜欢？是不是很多人很喜欢张导？谁说的？没有人喜欢。有，你那个是这种衣服，你们不觉得很恶心吗？没有吧？你爱腿子。我不管他们了，我自己吃。好油啊！这么多人爱肌肉一样，那你们每个人买一件穿了去这个大街上走走。对了对了，好啊好啊。Thank you.
没穿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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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个什么？这是谁点的鱼啊？吃吧。这么适合我吗？也没有。平时很穷，就发工资才有钱的人，只有他了。
我告诉你们了呀，我告诉你们我手机了呀，我不是都很诚实的跟你们说了吗？你们又不相信。我说我守护周思雨，你们也不信。我守护刘书贤，你们也不信。我守护韩家乐，你们也不信。我守护张海锦，我守护的其实是张。那你们信吗？你们猜是哪个吗？守护谁？我告诉你们了。桃符。那为什么想听桃符的话？还有肥肠吗？是。我们加吧。可以直接在你那儿加吗？加五个。真的？我也刚就这么认识。那你说好？长什么样子？全部肥肥。都是蛋糕的样子。这你看。昨天是什么也没有，我知道，我怎么可能跟你说啊？我要贴个冰贴了，要破坏现在整体的美感。哇，好凉快，感觉有了一个隐形的刘海，有没有？突然多了个刘海，有没有？说实话有点饱，你干完一杯水。谢谢这位朋友的奶茶。我没有给我妈妈不知道，人被水冲饱的。我到现在都没有跟我妈，她今天给我打视频电话了，但是我在公园都接到。接起来不充不充不熬夜。再播一会儿后我就下播了。你不是不熬夜吗？你没一点下播。戴美瞳，好热。梦游还送礼物，现在都给他过分。你好，拿双筷子来。啊、哦，谢谢。哎呀，你们都说的真的很。我不天天戴，我今天戴美瞳好难受，我现在就要摘掉。戴美瞳好难受，我今天后半场眼睛都看不见了。是我给你点的药，骗你的吗？真的。我骗你干嘛？有区别吗？新给你的吗？对吧？看两只眼睛。真的是我给你点的药。肯定啊，美瞳戴了眼睛肯定要大一点啊。
那个很好笑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们讲 ，JMZ 四，我不是那个就是那个自己随意摆布嘛。然后完事之后我忘记已经快乐的事情，然后我突然反应过来，我就说。对吧？太开心了！我说完了，我忘记这件事。他说什么？我帮你搞。我说我左边的和我右边的，待会儿拜托你一下。他说什么？我来。在那儿给百姓也吃点什么？和我右边的。没有，我觉得百姓本来自身也想。好热，我准备下播了。怎么了？你们集体过生日吗？姐姐科科的生日蛋糕啊，再烤一烤。生日快乐！今天唱歌吗？还是下次？今天没有唱歌，没有人点歌。好像轮不到刘娃，好吧。就一人一口吧，因为不太饿了，我不太饿了，我就想吃一口。不饿，因为旁边就是烤火炉。就是刷了算欠吗？那你想听我唱歌，你刷了也可以算欠。谢谢。毕竟今天现在不太好看。虽然你们看不到，但是我这里看得到，不太好看。好好笑！谢谢，剩下过年的生日蛋糕，你们是干嘛？你们像 PK 一样哎！我是说别的不太好看，不是说我人不好看，知道吗？对啊，人家 PK 都是卡到最后一分钟，不是，我说像那种就是手机上外在条件，不是，我不是说你们 PK 啊。我是说什么有点不太好看，就是那种，所以今天可以下次不给你唱，然后大家都让它稍微好看美丽那么一点点，因为俺是没下播了，不太好看。我觉得待会儿应该不会吃拍了，因为吃完之后妆就没了。我可没有发，就两个视频台都放错。我说刚刚理解错的人。现在好热。我可没有暗示，我只是打个比方。当然，你觉得我是暗示的话，那也没关系，可以这么解释。最近唱什么？要点我会唱的，我才能唱。谢谢，小鹿的生日蛋糕。对，感谢老师。还有一分钟，够打了，好热。还有一分钟，我们家下了。不然的话，那个提前准备。谢谢十二七欧的夜景，这好热，今天。哎，完了，手上没有皮套。结果他刚回来，我上场前才发现他没走回来。而且我还夜景的时间真的好长，今天真的夜景。要我1500块。谢谢，我是这样，我跳起来了。我跟王头发还是配的，他的双眼都是配的。这个，老关了。这个，现在给大家直播，明天给大家好好说扎起来之后他跳起来了。谢谢妈，生日蛋糕，拜拜。晚安，晚安，早点睡哦。8:30不算。天哪，我的手机被这个火烤得特别烫，摘掉了，我准备下播了，好好笑，我的眉毛粘掉了，我的眉毛粘掉了，我有一个，好，准备下播了。快，有没有要点歌的？有没有点歌的？
嗯，分两手吧，可以。我的。发带啊啊！谢谢发带，谢谢发带的又爱发电。好，我要准备下播了。四首，现在四首歌，你记得啊？想想要我听，要我唱什么？晚安，希望明天也好运，肯定会好运的。拜拜。谢谢大家，我下播了，晚安晚安，我们大家统一下播，安静吃东西了，拜拜。行，谢谢大家，我要继续干活。